终于回来了。25分38秒，我居然迟到了整整15分钟。啊，都怪那台可恶的消防车。应变能力仍有不足。我还在努力 ,AC 老师。开始最后一步。好，进行最后一步，留下合照的记录。虽然在最后遇到了一点阻碍，但这份答卷总算圆满完成了。嗯，照相的时候表情更自然一些就好了。眉头有点紧张，笑容也有些僵硬。和他很像。不，我会做得比他更好 ,AC 老师。不只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还要制定更完善、更细致的方案。直到实现最终目标的那一刻，我都不会松懈。虽然我只是个半路出家的盗贼，还不擅长应对计划外的意外状况。但是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父亲留下的每一道题，我都答对了。这些都是父亲曾保护过的东西。你做得很好。谢谢你 ,AC 老师。还剩下最后一道题，也是最关键的那一道题。Remit Bay。如果我夺回了父亲的回忆与荣耀，便能弥补他的遗憾吗？父亲会理解我吗？或许你该去见见他。好。好久没来了。公司破产后，我们连一块像样的墓地也支付不起。这样荒凉的地方，哪怕突然跳出几只野兽，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意外。哦，判断能力优秀。是魔晶。唉，看来他们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游乐场。抱歉，这可不是你们想要的亮闪闪的垃圾，他还有着更重要的使命呢。小心。哇，随身携带瞌睡跳跳豆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。父亲，我为您带来了伦敦之星。您还记得他吗？那个手忙脚乱的笨贼在鼻涕虫喷溅的惊喜中搞错了方向，最后带着这颗石头闯进了安保室。在那以后，他改过自新，再也没惦记过任何无人看管的东西。
但我这次对付的状况与那位可怜的小贼完全不同。新的安保公司精心准备了机器人们，他们按部就班，守卫森严，但他们的防卫实在是缺乏创意，所有的行动都与那本安保指南上的内容如出一辙，甚至比不上一辆消防车带来的惊喜。这应该称得上是小偷们最好的时代。抱歉，这个不能留给你，他得在明天傍晚准时地抵达威廉警长的办公室，这是相当重要的证据。但我带来了更有趣的消息。现在的世道似乎变了很多，我们请来了为即将抵达伦敦的 Rimet Bay 提供安保的新人类公司负责人艾弗森先生。身为一名从业已久的负责人，他很愿意为我们介绍 Rimet Bay 过去的故事。数年前的 Rimet Bay 受到当时最知名的安保公司 Ramirez 的保护，却在一夜之间离奇消失。盛极一时的 Ramirez 在第二天便寻回了不翼而飞的 Rimet Bay，所有人都为他们喝彩，为虚惊一场的美好故事欢呼。所有人都觉得 Ramirez 守住了自己的名声，包括我们。但很遗憾，经相关机构检测，被寻回的 Rimet Bay 其实是一件伪造品。他们面临造假质疑，也让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同行失望。他们的想象力给社会带来了可怕的后果。我们不得不摒弃 Ramirez 提倡的安保理论，重新回到更科学、更可靠的安保指南上来。事实证明，缺乏规范的安保理论是一座空中楼阁，一场笑话。哼，真是辛辣的点评。安保行动需要遵循既定的计划，需要精良的装备，需要稳重的安保员。唯独不需要可笑的想象力。而这些，你们都能从新人类的安保机器人中得到理想的答案。父亲，您当年在接受保护 Rimet Bay 的使命时，可曾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？如果我们在接手时曾对 Rimet Bay 进行过质检，如果我们曾调查过委托公司的交易记录，如果我们核对过巡场人员的名单，是否今日我便不会再对着沉默的石碑说话了。别泄气，父亲，我会证明这一切的，即使它会令我走上与您相反的道路。真正的保护将不只是防御，还包括进攻。艾文斯先生需要得到一份更严厉的教训。